玄奘师到了，你要去取经了吗？我是和尚，取什么经？你的头发再掉个也大概也可以了。你嘴巴再坏一点，那是秃，不是光头，搞屁啊！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好不好？一点破叫人家推，搞什么东西？对啊，还对嘞，加油！被滑板车海放，靠腰，你好烂哦，好丢脸哦，是你很烂吧？哎呦呦呦呦！嗨，我是洛克。哎呀，珍珠，我们今天要骑的路线是哪里？日月潭。日月潭是不是曾经有被那个 CNN 评比过？世界十大景观自行车道啊。十大，世界十大，这么厉害哦！知道那边是很漂亮，就是从那个日月潭口进的那边，它有那个木栈道，它那个步道是很漂亮。我们今天要骑那边吗？我们今天会环一圈，这一圈呢，大概距离呢不到30公里，好像是29左右。那也很长啊。五岭都骑过了，你骑嘞？那是电扶车啊。公路车也不会太难啊，我觉得你已经有长大了，对不对？腿变粗了，嗯、肚子也变大了。对啊，脂肪变多，然后就整个人飞在床上，然后就动不 了。好了，那这边爬山真的没有很高啊，爬山。400多的话，大概等于是我们那边的标准就是骑。脚板山吧，哎、欸，它很陡哎、欸，脚板山很陡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早上的日月潭真的很漂亮，而且温度呢，这边大概24度左右。唱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哎呦呦呦呦！看你的主题曲哦。爱。对那个环湖有印象，是那个水库环湖。有啊，我们是骑小环湖吧？对啊，那你觉得这个路线跟小环湖比起来？我宁愿骑小环湖。啊？是吗？没关系，一起我就可以是拎回家了。你要下去永渡日月潭了吗？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永渡日月潭？台湾人要做三件事情，环岛是第一件事情嘛，第二件事情就是登玉山，第三个人就是永渡日月潭。I know your body so well, but I can tell that it's changing. You bring me heaven where there used to be hell. I know you do. We've got a long way down till we're 70 years old. We've got a long way.Down, till we can't stand at all.景色这边都是那个丝瓜的那个种植地，整片都是丝瓜花海，非常非常漂亮。这个叫活盆地，知道什么叫活盆地吗？会动的盆地。就是它那个水草很厚，然后底下是那种，就是水潭啊，就是类似沼泽啊。然后你踩在上面的时候，它会动。啊？对，就是我们小时候叫罗马铲。罗马铲。
so far away from home. In this desert of regrets, never thought that I would have to let you go. Tell me, how can I forget? If I could travel back in time, I'd lay a blanket full of stars to brighten up the darkness of our sleepless nights. I'd find a way to make you smile.什么意思？I don't know. My English is not good, not good. So bad. It's so bad. 欠揍啊！读懂啊？哎，比起那个上面那边，反多嘞。就是看不懂这个意思，为什么要放一个汽车注意来车？没路了，所以我们要从这边上去文武庙，这边上去55公尺，它这边封住了，不能走了。对，你再折返从旁边走，也是要再爬坡。那我干脆直接趟上去了。好了，对，好，走。10.2是什么意思？应该是某个生日吧。难道是10月2号吗？应该是生日吗？甘地是在10月2号出生的。啊，真的。然后雷姆塞是。英国化学家，某个知名化学家吧。哦、然后还有吴宇福，还有吴尔福，好吧。你的阅读障碍越来越重了呢。吴不是吴宇，遗传。我没有这个问题，妈妈有。你不要不要走。因为路不通，所以只好爬上来，把车拉上来。哇塞，最累的这一段就是搬车子。过了文武庙之后的那个自行车道，其实有很多段是封闭，是不能进去。你像我现在看到这一段哦，这一段就是入口封起来，这段没办法走。哇，你看底下青苔啊，哦，好多，尤其是刚进去那一段，都快可以种花了。水洼库之后那边那一段就没有自行车道了，对，所以它其实目前好像还没有办法整个串联到那个伊达上那边，脚踏车还是有一段会必须骑到公路上面来，有画一个蓝线，就是请汽车注意自行车啦，但是自己骑脚踏车的人还是要小心，你那个安全距离还是要抓一下，不要太往路边骑，你记得就是保持自己的路径就好，你不要突然改变路径，才不会造成危险。哦，缆车。回来一打扫码头了，因为还在一天骑下，我们花了多少时间？我们花了差不多2-3个小时，2个多小时、3个小时，因为还有停下来休息、拍照，然后拍照啊，干嘛的？就是看风景啊。这样骑下体感觉得还刚出发很不舒服。这边一打扫往那个旋转式那边出去的时候，对，那边超的就有点陡，然后要不然就很长，对，很长的坡，然后大概一直到环潭第一隧道的时候才开始一直躺下坡，舒服了，然后就下坡，然后下坡到了那个很多种丝瓜的那个地方，后来到了那个投射的时候就开始爬坡，爬到永客中心前那个隧道，嘴色隧道，对，然后就开始下滑，之后我们就进入那个自行车道要小心哦，大家要有一个概念，就是因为脚踏车它没有分所谓的单向行驶，它是双向，但是它也没有划入中间那个分隔线，所以在骑的时候你要稍微去保持跟对向车的一个安全距离，然后不要并排。对，不要并排。那如果说你自己在骑的时候，真的要小心一下，就是对面的来车不要骑到对向去了，不然会产生一些擦撞的事故。后来骑到那个什么，过了水色码头之后，一直到了要继续下滑文武庙。对，那里那个刚好封起来，因为路没有通。然后后来我才搞清楚说，一开始以为说它路是通的，一直通到伊达绍，结果发现没有，有些地方还是要骑到马路上面来，脚踏车的骑士自己要
注意一下安全，不管是过弯然后下坡啊，或者后面的来车或对向会车都要稍微注意一下。整个今天骑起来的感觉呢，是舒服的，就这样。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？Never， 没有。那如果喜欢我们影片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我们 miss 去，拜拜。绿豆丝，我看看，这是蚂蚁人专用。哦。它完全没有放冰块，它是冰到很冰凉。之前在那个富里那边有喝过那个什么绿豆露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那个埔里镇上的那个苏妈妈汤圆，对，然后这边 Google 评价是4.4颗星。我觉得汤头一般啦，它的特色是在汤圆，汤圆怎么样，好不好吃？有这么饿吗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为什么汤圆不好吃？你觉得它不好吃？好，所以现在吃吐司，鸡鸡姐是不是？